好球！哇，结果赢了！先来进攻 K 拳秀，哇，这个球是转身，是球爬出来，再球，壮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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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队长就是壮壮。 闪电连拿三座 MVP， 壮壮当选首位女队长，扛起流言蜚语。太强，没有那么夸张啊！你们那也不错，你看你们正宗哎，一个叉，都晃了。你自己看，全部都晃了哎。拜托，看完你们上一次把人家剃光头，没关系，我先让他高兴个几周。我们这一周真的很想剃你们光头。剃啊，你剃啊，姐让你吐光头，我在这边做100个福利点线。其实我很注重团体练习的时间。 团练两次没来，基本上下周的项目只要有比赛这个项目的，你这个团练的项目没来，我就不会让你上场。小小郭维炎压阵要被剃光头，果真不容易。全明星本周蓝队休战，射箭及足球12码 PK 赛黄队拿下，多必球则是由红队胜出。你们还沉醉在上一场的失败吗？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我们看大家好像心不在焉，有吗？有，我没有，笑死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这个很笑态哦。 Yellow Chill 这周太贵了，继郑敬星and彭尊，黄队已经连拿三座 MVP 啦！黄队也用投票的方式选出节目四季以来首位女队长。基本就是希望她在团练的时候，她一定可以到，然后她可以掌握每个队员的状况，然后每个队员也可以相信她。壮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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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壮。那我们队长就选出来啦，那队长就是壮壮。 你是最棒的，我的表现不是最好的，但我会把我所有的力量给我所有的队员们，然后不管是牺牲我自己还是怎么样，我希望你们是最棒的，然后我也都用尽我全身力气相信你们。好。 不要喊一个好不好？好。